到成都听说要吃蛋烘糕，我人生第一次吃到蛋烘糕的感觉，就做影片记录下来。我们知道买东西都要排队，但是中间发生一个小插曲，有人站在点餐的地方站着茅坑不拉屎，不知道这两位是从哪边来，站在那边站了好久好久才点，我们这边等了很久。目前这个是别人的，不是我们的。拍看他制作的过程。是吗？少给他，6块钱，对不对？对，芝士榴莲。它的料很多种，喜欢哪一种就用哪一种。我们叫了这个东西，还有点汤呢，就要拿这个纸垫着。等会阿周吃给各位看。加了 ，Cheers。OK，Thank、okay, you。好烫啊！哦，榴莲的味道跑出来了，吃给哥哥看。真的是榴莲的味道，外加了 cheese。再吃一口，真的很烫。太烫了，好吃。千丝，不给各位看了。